红枣别煮粥了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红枣好吃的做法，不用油不用糖，早上来几颗比油条还要好吃。做法非常简单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00克大枣，先给它放入盘中，大碗中先加入一勺面粉，一勺食用盐，再加入少许清水，用勺子先把面粉和盐给它搅拌化开，倒入准备好的大枣，再下手把大枣抓洗抓洗，让它都裹上面糊。因为大枣含糖比较高，所以摸起来发黏，尤其是褶皱里很容易吸附灰尘，而面粉正好可以吸附灰尘，看，抓出好多脏东西。最后再用流动的清水把它彻底冲洗干净，洗好后先放入大碗中，再加入清水给它泡5分钟，5分钟后把泡的大枣控水捞出，先放入盘子里，下面用厨房剪刀像这样把里面的枣核给它剪下来，最后把它剪成大一点的小块，不要剪太碎，像这样吃起来枣味才会更浓郁。然后向大碗中加入180克糯米粉，再加入150克纯牛奶，再用筷子把这些食材充分搅拌。搅的过程中，面粉可能会有一点干，但是先不用加水，因为大枣里面还隐藏一部分水，在抓的过程中它会越抓越软，最后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这个面团真的是太干太硬，那么还可以向里面加入一点纯牛奶补救。现在我们抓起小团，大小像鸡蛋黄一样，先攥瓷实，再放入掌心里把它团圆溜，像这样，然后放在不粘熔垫上，每个之间还要留大一点的空隙，因为受热它会膨胀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冷水上锅，大火烧开后转中火，冒烟的时候开始计时，蒸15分钟，打开后真的是好香啊，浓浓的枣香味。看一下，这样吃红枣口感特别的 Q 弹，掰开后看着就特别有嚼劲，放在嘴里越嚼越香，又香又甜，特别好吃。如果一次性吃不完，等红枣球温热的时候，可以像这样把它放入保鲜盒内，放入冰箱冷藏2天，或者是放入冰箱冷冻3个月都不会坏，下次吃直接加热就行了。早餐来几颗比油条要营养好吃多了，因为